好，到点了。那么我们今天上课了啊，我们今天那个上课再学新的字啊。上次我们学到了聚魁肩月论华表旁胃，大家写的都很好。现在我们今天学这几个字，我给大家看看。如果你们愿意那个照下来啊，我们先学这几个字，学完了还有时间，我们再学下面九个字。等一下，老师，你看，已经发在群里了。已经发在群里了哈，谢谢你们。现在我们看第一个字，就是我们经常写的。墨，我们今天用毛笔写字嘛，就是用墨写。墨呢，它这样的字吧，是竖着的，是一个写成，一定是很一个长方形的。应该它上面一个里，上面主要是上面是一个里，还有四点儿，那可以说上面是一个黑，下边是一个土，那个书，对吧？中间那大横啊，这个墨字。墨字写法呢，就是从上往下写，哎，然后写完了，最后那个笔竖是最后的写的啊，先写一个，应该写个恬淡，写个日，然后写两横，然后写四点儿，再写下面的两横，就是一横再拐过来是连写的。点儿，把那点儿点上了，最后一儿写那个大横。好了，我现在写一下，给啊。对的，竖横折，对吧？然后写一横，连着的写，再写一横，那个字连再写一横，那么上面就写一个约了，不是日，然后下面写两横，这两横是连着的，然后再写四点儿。再写下面两横，这两横连着的，中间有一点儿，然后是最后在中心挂这一笔，对吧？最后是那一竖，那一竖要写直，不要写歪，一定是左右，一定是平衡了，好。对，是应该倒过来给你们看吧，是不是？啊，行，倒对吧？过来，再倒过来，哎，倒这样，倒比过较来，应该这样。对，再拉下面一点，哦，哎，好，不再是，拉，往上，往上，往你的身边那个拉过去，哎，对，再啊，拉这下，哎，好，样哈，哎。对，这个墨字旁边怎么还有一点啊？墨字有一点吗？没有啊，那他这个图旁边怎么还有一点？他是这个是这几个是四个点连着的，不是，下面不是旁边还有一点呢？后面旁有一点是的，就在这个字地方有一点，那墨字应该没有毛。墨字没有，但是我们写毛笔字往往都写完了，写最后这点点一点。这是很正常的，你不写，别人说你错；写了，那就好像是就是很自然的那么有一点儿，
我再这描一下这个墨字的那个，我这样，嗯，我描一下它的笔顺啊，竖横折横，然后连着就是一下，那么写的不是没写竖，然后再写横，这俩也是连着的。然后就写四点儿也是连着的，然后底下是也是横折竖也是连着的，最后也是长长的一个悬针竖，哎，把它就写完了。我立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是这样。嗯，看到，看到了，看到了哈，我给立起来，哎。这个点是写这横带的，没有这点可以啊。写这横的就是写这横就有一点没，可以大家可以不写这点。墨，这个墨还是中规中矩的写的这个字啊，对吧？嗯，对。嗯，没有什么特殊的那个要求它。嗯，墨，这个大家都能写的挺好，你们现在每个字写的都很好，然后再写第二个字，看见的见，嗯，看见的见，我先给你们看字帖上的这个，字帖上的这个词，几个字，你们照下来，对吧？你已经老师，你已经发到群里了，我们已经发到群里了哈。那好，你发过的，你发来的。那太好了，我怕我记性不好，没给你们发。好，第二个见字啊，见字先写上面这一竖，哎，左边这一竖，然后上面这个可以有留个缝。再写这一竖是有勾，看啊，有勾，然后是两横，然后再写这个，哎，它是这个，这是从这儿下笔的，哎，这么斜过来，然后，哎，这撇过来，和它遥遥相对，甚至比它长一点没什么。然后这个在这一点写竖弯钩啊，看这个啊，这是直的，这哎两横，然后这一横就是斜提的那样，然后这面是左边的一撇，然后这个一撇都嗯竖弯钩，我先说一下啊，这个我再给这点写，横折，这个一定有个钩啊，这个一定有个钩，然后这两撇是连着的，这点也带个钩啊，从这写的也带个钩，往上提，然后也带个钩。哎，也带勾，为什么带勾呢？因为它是连那我们写的行书吧，它是和下个字都连接起来的。哎，这是勾啊，然后从这点弯勾，竖弯勾，高高的，这个高高的都已经到达了这停笔了，不是一小勾，是一大勾。这个纸太小了，我写两个字有点连着了，太离近了，大家看一看啊。
这是一个见字，这是一个见字，这两个见字，嗯。这个大家都能写的挺好，但是要写的有点气势，嗯，就这撇什么都有点气势，不要软了，一定是眼提过来，都是有用力的。墨见写完了，再写一个云字啊，云。云字呢，雨下面搁个云，但是这个云底下那个云字呢，写成草写的了，不是太认真的那样连起来的了啊。首先咱们看这上面这个一横，很短。不是很长的一横，很短的一横，然后这面左边是这样啊，这从这尖下去，然后提上来到这面一拐哈，看着啊，这个凸宝的盖啊，这样到这点顿一下，这么一拐啊，有这个声，顿一下有个拐，然后从中间写一竖，这个呢是俩点儿变成了很斜的一竖，斜的一竖一提，这面呢是这样，哎，这面是这样提上，然后下面这云字也写得很草书的形字，一横两横，然后再一横。这两行就云字的那两行连着的，然后下面呢是一点一，你这样就没有这点儿，把它就是拐过来就可以了。一描吧，您说什么呢？我没听清。你说什么？好，这个云字，底下这个是，其实是一个云字，是这里是两行，这是这两行的意思。我没听见你们说的什么，谁说了？刚才说话的是什么意思？我没听清。他不是对你说的。啊，他不是给我说，以后不是给我说的，小点声好吗？我以为都是给我说的。那里头没有点，你说的，但是我看到他。老师，小鹿老师的字写的真好，真的。不太好，一般吧。每一笔每一笔真漂亮。有力，我们都是软飘飘的。我昨天就看到了一块八。老师，你写一下那个中华的华字，写一下，好吧？跟我说话吗？哎，对对对，就是说，就是说，等一下你把那个中华的华写一下给我们看。好的，好的，好的，好，中华的华，我们上次学了吗？上次写了，因为看不清，我写的糊里糊涂的。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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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啊。我看我上次学的，你
你写过。哦，可以 ，OK， 华字是写过，但是，哎，好的，我现在把这个华字补充一下啊。哦哦，我那天看到一块倒还很好，我昨天前天，快的，前天好几个。对，他就是把那个，还有那个花什么299，那个还有那个什么什么菜那个，就是生菜的，199。嗯，好，现在没有啊。现在我要说那个华字，大家先别说话，要不同学听不好。这草字头是这个华字的草字头，这个是往竖的，这个是竖的，这个，然后这个呢是下面这是撇一提，哎，撇一提，然后这面呢是跟它相遥遥相对的，上里面来。上这面来，然后这是一横，啊，有石榴的，哎，这个是直的一横，然后下面这有一横，对吧？石榴，哦，有一横，然后左边是一个烂脚丝儿，是这么写的。好的，谢谢。一提。右边的烂脚丝儿是这样，和它有所不同，和它有所不同。这面是烂脚丝儿，然后是一横，再一横，然后从中心，从这个中心下一个悬针竖，中心一定不要歪，悬针竖。好，我把它立起来给大家看一眼。嗯，这个华咱们一定要写好，这个华咱们是华人嘛，对吧？嗯，这个是我竖着给你们放的，你倒过来这样对吗？对，这样。嗯，底下这两横是平行的，这两横是平行的。我立起来给你们看一眼啊。立起来就这样。你写的这么好看，我们怎么就不好看呢？多写几遍就好看了，不可能一下子写的那么好看。我也是由不好看开始写的，你们认为好看一点点。滑，主要这两个烂脚丝要区别开，不是一样的。因为它俩是一样的笔划，所以在写同样的字里头有两部分是一样的笔划，绝不能写出一样一样的，那就是犯忌讳了，就是毛笔字是不能这么写的，钢笔字也许可以吧，钢笔字也不能这么动，说笔划一样，两个如果在一个字里头有两个笔划都是一样的，绝不能把它俩写的一模一样，那就不好了。嗯，滑，我们上次没写滑字啊，写的。写了是不是啊？我觉得好像是上次写了，上次写了，对。好的，那这个再写一遍也没事儿。哎，好的。哎，
我们华字一定要写的漂亮一点啊。好，我们就不再啰嗦这个字了，下面写见这个字，看见的见，上次没写这个见吧？见你刚才写了，刚才我写了。我想再提醒大家一下，我在写的时候你们看一看啊，这一竖，这一竖，然后横折这是横折下面，横折下面这边比它勾，看到吗？这是这面是一个勾，然后是横两个，然后下面这横呢是左边有个勾，这是有个勾的提到这个勾，从这个勾提到这个勾，然后撇，看着这个撇，哎，撇到这点呢，撇到最后呢有个小勾，和它是相对的，斜是相对的，然后从这一点再竖弯钩，这面要宽阔的，哎，竖弯钩，哎，这就写出来就漂亮了。所谓字写的不漂亮，你看着不漂亮，就是比例一定是有点毛病，你把比例弄好了就好看了，对吧？就是这个竖弯钩，这个要是小呢就不好看，对吧？这个是往这头，这是见。咱们都写过这个字了，云是不是也写过了？刚才写的云行了，还可以再还用说一说吗？这个云字可以，可以了，那我就不用说了，再说一遍啊。那看着这个字啊，我是倒着的，在你们是正着的，但是啊，哎，这一小横是小的横，对吧？然后小横写完了，写这个凸宝的盖，这个一定要写出架势来。你说软弱就是没有架势，你看这一撇，就是这一撇斜过去是有力的，然后到这儿啪一拐过来，就是有力气，它就显示好看啊。然后从竖，左边呢是一个竖，一勾就代表了烂脚声，右边呢就不能和它写一样的了，这个就写成这样，一竖横拐，哎，这两个就写的，它是一提，它是一横拐，然后下面这个云字呢就写成。两笔，这两笔连着的，哎，这两笔连着的，哎，连着的，然后下面再一横，这两笔像三字似的，然后再一横，这云字。我是不是应该这样啊？你们看的好，比较好啊。这样反了。这样是反，那还是这样好哈。对，好的。你这个宽大，这底下竖写的直，就写的漂亮。所以你这个的比例，你们有的时候写的不好看吗？就是比例不对。这个要宽大，你这个就得要挺细长，就比较好看。好，我们下面写雄伟的雄，这个字呢，要想写好呢，这个要注意啊，这个雄伟的雄，左边是一个。它这个左边是一个那个偏旁部首吧，它这偏旁部首看着啊，它是这么写的，
我再来一遍啊、嗯。它是从上面这么一拐，拐到下面去，然后再把它往上来，然后这个再勾下去，勾下去就勾到这里头了，哎，勾到这里头这点就是一个几何的几，嗯，是这么一个偏旁，它实际的偏旁是这样，对吧？是，对，对吧？是这么一个偏旁，对吧？但是我们要连笔写呢，就写从上到下，再拐过去上面来，在它和这就有点重复，这连着重复了。完到这点呢，写一个这样一个口，哎，口字。这写的很小的口字，嗯，把这笔写，这个左边这笔你写好了，这个字就比较成型了，嗯，好，我再跟大家一起写，从上面来，从上面来，然后是。竖，哎，到这点，然后又下来，这下来就和它合在一起了，然后是在这面写一个，哎，那个啊，一笔。其实这个字就是这个这笔就这样啊、嗯，完上面这边是一个，哎，这小撇呢就是一点儿，然后再往一提，然后一下这竖钩一定是最长的，嗯，这小点竖钩一定是最长的，哎，长到底线，直直的竖钩长底线，然后。这点呢和这上面是一横，对吧？然后第二横、第三横连着的，然后到第四横，嗯，然后是从它上面再过来，嗯，一这样下来。熊，熊的左边好写，右边不好写啊。熊的左边，我跟你说啊，这么一拐，哎，这么一拐。一上来再下来到这点是哎一横再啊熊的英雄的熊的这样拐过来然后到这儿哎连着的右边呢是从它的肩头上一提往上就是一大竖这个数一定超过了这个笔到这儿大长的一个数超过到这儿然后是横对吧然后紧接着横竖一二三这数啊这数我这有一点儿不对不是点儿我这墨多了啊看着啊这个熊字我再写一遍啊左边这个一二到这儿
哎，左边这样，一、二、下来，哎，这么样一个写，然后这边在它的尖头有一笔，这笔就是那撇，然后一竖很厉害的竖，然后。这个笔在这一点横，然后就是竖，然后上来一笔，两笔，一横。英雄的雄，这两笔是连的，熊。写长字，长字那个。头是中间一点儿，旁边两点儿，那个很简单，和平常写法一样。写一竖，这竖可直不可，也可以不直，可以歪着写也行。然后这样，这俩点儿看着啊，这俩点儿是这样，哎，这个长字啊，这个，咦，这么写。然后这撇儿就过到哪儿呢？过到这儿来了，过到它的这个的下面，然后再这么，哎，把一个秃宝的盖儿写了，对吧？哎，一竖撇过来到这儿，到这儿勾，在这儿，然后这个肠子这个口呢，就用一笔带过，粗这笔带过粗。然后下面是一个弯钩，弯钩，然后这中间一竖，中间一竖，我再写一遍，竖俩点儿就这么写，竖俩点儿，哎，我这个连上了，不连也行，竖俩点儿，哎，这俩点儿。这俩点儿，这底下这个这细不要那么粗，我这个有点粗，这个中间这个再写这个头儿，就是以后这样的字儿比较多，哎，俩点儿，竖俩点儿，竖俩点儿，这点儿大，这点儿大，这中间这细，你可以连上，也可以不连。好，我再写啊。竖俩点儿，那可以，这个有点儿到这儿，这个也可以不写，然后它斜过来就是这样，哎，斜过来是这样，然后是一横，一横代表口，然后底下是一个金字，然后。
树，这个肠子，你单独写完了，你就觉得有点不像它了，但是你写长了，在里头就像了。嗯，长，很简单，就是一个金字。下面我们写半，河畔的畔，河畔的畔，左边是一个田字，这个田字很大。嗯，这个田字，这田字很大，这字儿啊，田字，这半碗呢是俩点儿，然后这个树，看着这个树啊。这树很细，树沟，看着这个树沟，然后呢，哎，记住以后这个半字都这么写，树沟，然后这个一横，哎，这俩横。我在光写这个田字左边这个田字，那个旁边这个半字啊，一二，我连了啊，实际上我笔连了，应该不连好，他没连，咱们不连啊。然后竖钩，就这样啊，半字啊。你要写的像呢，你要觉得要写的像就这样点儿，是吧？然后竖钩往下点儿，哎，这个空离得大点儿就显像，离得小呢不像。再点儿，看着啊，竖钩往，哎。以后写半字，你就照这个写啊。它的左边一个田字，很一般的田，没有什么特殊的。它这个田字就是竖横折横折，哎，就这么一个田。半，河畔的畔。下面我写诗歌的诗，诗歌的诗左边是个言字旁，这个言字旁大家要记住了啊，哎，就这么写，记住啊，这个要就这么写，好，大家练练这言字旁，因为以后要写的很多字都有这个言字旁。这一点儿，然后这一竖是直的，记住这是直的，这是直的，一提，言字旁。那么诗歌的诗呢，很简单，点儿，然后下面是言字旁，一提，然后在这儿一横，这一竖。哎，就诗歌的诗，这个在它的上面，然后
还有两个字啊，还有两个字，这是诗歌，我放在这点，因为可能以后要写，以后要有的字，然后是品，品字很简单。品就三个口字，没有什么特殊的啊。中间上面的口字在中间，对吧？写完了这个，它是这么连着的啊，它是连着写左边这个。然后左边这个写完了，就在旁边写右边这个。嗯，再来一遍啊。品字，然后连着的左边，紧接在它的尖头是右边，就这么品字，很正常。最后是一个窗户的窗，窗户的窗吧，这个字吧，一个大帽子，就是它的宝盖，大帽子，嗯，这个宝盖是很大的一个帽子，哎，然后是一个宝盖，对吗？宝盖，然后这里他写的一个口，口一个口，然后下面是紧连着是一个心，我这个墨没有了，是一个心字，哎，主要是上面的大宝盖。这个是什么？这个字吗？啊？这个什么字？这个是窗，窗户的窗。这个是窗户的窗。我给你立起来啊。窗户的窗。窗户的窗。你写一下正确的窗怎么写？我写一下什么？啊，写正确的窗就这样。写个正。不是正确的窗是怎么写？这个字挺简单的，就是一个口，宝子盖底下一个口，底下心，宝子盖口心就是这个窗户的窗。宝子盖底下写一个口字，在口字底下写个心，就是窗户的窗。又想起来开灯，有亮没用。这个是窗户的窗，就这么简单的写。我们简写的窗户的窗。是一个那个穴字头加一个我没听清什么，我们要是写窗户的窗是穴字头，然后搁一个烟头的烟的那个字儿。我们平常写字不是点儿宝子盖吧，对吧？但是不行不行，光写宝字盖不行，还要写俩点儿，对不对？对。然后再写一个对吧，这是窗户的窗。啊，看看我写一个这个字。
是不是窗户的窗这个这么写，对吧？上面是穴字，底下是烟筒的烟字，那个像烟筒的烟字那个，是吧？但他写的就是这个，我给你们看这个，可能给你们把这个，我把这个照下来给你们发过去。发过了吗？没有发过。我发一下啊。我找。这个半下面是不是一个窗了？是窗字啊？啊？一个刚才一个半的下面是窗字啊？这个字啊，你窗户的窗啊？不是这个，是那个。啊，我找那个那谁的？我找，我给你们发的。一个半的下面是不是窗啊？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我找一下那个，是的，是婷婷，我找潘婷婷这个。你发给我。我发给潘婷婷里头了啊。我再发一遍，这个不太准。我把这几个字都发到潘平平那个我的那个潘平平里头了啊，潘平平你发给同学们。好的，现在拍平平。他会发给我。他发给你们。好，今天教的字我都好，我都发到潘婷婷里，潘婷婷发给大家啊。好的。
大家看一看这几个字，还有我发给你们的，你们看一看哪个字写觉得写的有点费劲，写的好像不太明白哪个笔下档笔，告诉我，我给大家写。老师，那个雄的再写一遍。啊？雄伟的雄。雄伟的雄哈，对，好的。它那个雄，雄伟的雄字啊，主要是它的右边。对。嗯。我现在，好的。看着啊，它的起头呢是一个，哎，它的起头就是，就这么一个，然后它往下来，往下来。画一个圈到前面出来，然后从这圈下面又和这个并在一起了，到这个哎，一个几何的几，这点看呢，我再写一遍那个字啊，大家看一看，看啊，从这从上面是来，哎，这么一点，然后是下面。下面画一个圈儿，这点儿，然后从它来，又和这笔重复了，到这个底下的时候也这样，这个熊字的这个左边啊，就这个左边就这么写，然后右边呢，在它的肩膀头上，在肩膀头上写一点儿，一横，然后一竖，一竖一定和这个。一竖一定是比它长，比这个长，这边是这个加字嘛，对吧，哎，比它长，然后是横，然后从横上写竖，看这个笔这么写，竖到这儿了，然后往上来一横两横，再往下面一横，看清楚我写的这笔划没有，只要这笔划是这么写的啊，我再写一遍，同学们再看一遍啊。左边这个笔划很简单，就是我这脚掉，看咱们左右分开写啊。左边这个很简单，就是这个写的，哎，像横似的，然后写竖，然后哎，写竖要往上写就，就哎圆的，对吧？哎，到这儿了，到这儿呢又下来跟它合并，哎，到这儿就是这样，哎，看看一笔。上来下来再写一个小几何，就这个，然后这边呢是跟他对的，在他的在他的脑门的肩膀头的写，这是一小撇，然后一大长竖，这个大长竖要长过这个，长过这个啊，长过这个，哎，然后这行在这儿，然后往下来，到这儿往上一横两横，然后这一笔，这个笔划看清楚没？没看清楚我就再写一遍，你不要觉得麻烦老师啊，行，我也和你们一起学，你就是不是没看清，看不清楚。嗯，那么咱们先看右边，先看左边的啊，一个这么一下来，哎，一个圈，然后再往下来和它并的到这儿，到底下是这个，看明白没？这个这看明白了。看明白了哈，那好，这看明白了，这是往上来的，那上到哪儿呢？
上到这点，上到这点，哎，一点就是往下写，还是往下写哈，点，然后哎，一竖到这儿，这竖特别长啊，到这儿，看着啊，这小撇一竖到这儿这么长，这么长，然后是那什么呢？一横，这一横，嗯，然后这横，然后就带着写的竖，带着写的竖，竖到这底下了，然后从这上来，再一横，两横，那一横，嗯，看清楚没？今天可能时间到了，潘萍萍不在，那我们就自己下吧。嗯，可以可以，但是你看到那这个字，大家也没催我呢。这个字大家明白没？这个字明白了，明白了哈，这个明白了，这个字就行。好，那就好了。谢谢老师。国庆节快乐。好，谢谢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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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咱们大家都在那个微信上，你告诉我，我就给大家写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好了，好了，谢谢。今天不在，好了，再见，拜拜，大家再见。那你们再告诉潘婷婷学什么了？好了，好，再见，再见，